公网站位上，全场女生封网，什么时候又让男生让开，什么时候不让开，知不知道？那么多同学都不知道。OK， 讲一个干货啊，讲一个干货。两种情况啊，第一种情况啊，这种情况女生就要让开，这种情况女生就要让开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种情况下，你的搭档是从后往前推进的，他是从后向前杀的啊，从后杀的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让开，他就自己就上来了啊，因为他很顺，他自己上来，你不要去打断他啊。那什么时候你要去帮他封？一定在那个站上去，然后我们两个是这个账。比如说，我说你发一个后手，你是不是去杀？对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就要过来帮他封。他如果是向后退着去杀的，那么他杀完他肯定不好上，就是我就帮他封啊。但是他从后往前推进，他是会直接这样一直这样杀上来的，那你就不要去管他，你就直接让他啊。我经常看到，比如说你做一个动作，杀球了，你跟进，那女生啪突然跳过去，就挡到那个搭档了，对吧？是不是有这个情况？你们是不是经常出的这个？你对着这边，你就是出镜的，你再来一个，你杀球，然后你跟进。对吧？你怎么挡到我的？我封网啊，我帮你封网啊。这种球你就不要帮他封了啊，你就直接让开，他自己就上来了，好吧？